哦，这只真的很难打。乖，那欸，我只是要吃那个欸。还有缺呢，底下。哦，慌了手脚，冷静。啊，不够冷静，再冷静一点。啊，在对面啊，对面啊！哦，这个很难嘞。就是每一区收一次，因为这个红色的东西的关系，妈的，我对这个地图的掌握度提升了。好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睡啦 ！It's good to dream。总觉得往左哦，那应该是从废弃电车过去。这边差不多了吧？这边收集用而已吧。我要回家了，我觉得这边差不多了。我需要一张椅子。哎，大哥好，没空，没空。哎呦，干！去哪里？这边有一条路可以走，我想去看看。这儿。哦，原来是勇士之魂，老祖宗啊！你有没有地方让我坐一下？我现在身上好多钱、啊。圣朝最强的战士，让我们痛快的战斗吧，来吧，让我们与痛快的一战。
快痛痛快，哈哈哈哈，咚咚，我的钱掉光了。哦，其实还好哎，不远，而且刚刚往左还有路。好，可以多挑战几次，再加上上面有那个蓝虫，可以给我一点护盾，我觉得效果是好的。要先往左走，妈的，走错了！我连我从哪里下来的我都忘了，这里吗？我好像上不去嘞，真的假的？右边可以让我回去吧？哦，下面那有恶心。恶心死了，我天哪、要先回到椅子那里，然后往左走一格才行。耶、yeah. ！然后往左边走。向下就好。我刚刚一看那个位置好像蛮好洗的，我一直让那个虫吐东西就好，然后再回去坐椅子。我先去拿虫啊，等等啊。哎，这个这么近，其实我应该换个好打架的护符来算。哎呦，这样有三格。让我们痛快一战！这是我见不击败，这就是被击败的感觉。不过他还真的算强的，他整个画面都是他的东西来打。哇，五一二哎，我好强啊！阵亡战士的尸体啊，你看到哟。好，我成功打倒他了，所以就这样吧。然后，
画面里面还是有一堆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的地方、欸。最左边往那边走，还有路尾、欸，可能就打那个三眼怪的地方吧。碎片，我擦一些碎片，好希望好需要一些碎片。这看来我会有四招，不知道有没有天生破之类的。天生破。我才发现我有一格、欸，我什么时候多那一格？是刚刚多的，还是我本来就没有放那一格进去？我忘了，管他的。现在要怎么办呢、啊？深藏，我要怎么回到上面去啊？废弃电车那边有地方让我走吗？应该会有吧。不然就是下面那个坐椅子那边往右边走看看。一三八七。这边是这种怪会复活，啊！干，讲错话了。看，想要补个血，连续按错东西。谢谢 AC Pander Caravendia， 感谢。刚刚没灯。突然又来到一个奇怪的地方，好的，我带着一堆钱来到了新的深穴，这里究竟会有什么呢？又是这个黑黑的东西。就这样，就是那个黑黑的东西而已。阿干，阿干，阿干，没有眼观四面。
马里奥啊！下往上，走开！我的妈，千辛万苦，最好给我个好东西哦！哎哎，好好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哦。那我是不是可以多一格魂来用？这是哪里起点的？好啦，算你合格。东西还蛮赞。右边那边上去，哦，这里是。有插槽的门，好啊。哦，这个大概是电车一类的东西吧。那要我有东西可以插啊，啊，我会出发吗？出发咯！啊，哦，原来就这样。哇，这是类似电车的东西耶。可是我没有相关道具。诶，那怎么办？我只能够……我现在到底要怎么离开这个深潮呢？太潮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我先回去坐地坐椅子看看还有没有路好了，不用看无，那个哦，我惊死啊！我错了，电车区，还要往下有两条路。所以这个下面还有一个地区吧。两条路我嘛袂过。这附近到底倒位有车会当驶啊？废弃电车遐，唔知敢有车会当驶无？驚死了！
这可以回魂。哦，它其实也就一格而已。啊，好了，加减。好，现在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我一路往上面的真菌荒地前进好了，看能不能从那边爬出去。这游戏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啊，它没有足够多的那个移动手段。恶心死了。哎，走一圈掉到这里。那右上方上不去吗？可以吧？往右啊，看看哈，往右右，哦，这里有右右啊，这里我有点印象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不是要来这里，那我回去。哎，这里就这样，这没有路嘞。从这边往上爬。啊！哇，我那时候就从这边一路下来的。哎，干，白痴虫子。那一堆白痴虫啊！我想起来这里了，这边是爬不回去的地方。挑战看看这里到底爬不爬得回去好了。啊，这宠物超凶的。啊干！哈哈哈哈！
就被那个智障撞出来。我现在跑到那个右边了，这边应该有地方让我回去才对吧？好像有。嗨。还好我如果装那个增加获得灵魂量的东西，无血超级无感，用烦恼得死。好了，我终于回来了。然后我还是不知道在干嘛。OK， 我终于回到了真菌荒地。我只要绕一大圈上去就可以了。fuck 恐怖，感谢。上面有点快，干，这游戏的移动真的超麻烦，我绕一大圈。哼，而且我好想升武器，我有没有拿到什么可以用的、啊？水晶之心，我没有拿到那个什么什么矿石的，好想要去打王。好，总而言之，我回到真菌荒地了。我先回到右上角的十字路口拿东西，超远，干。哎，修啦！硫酸汤呢？多少赚一点钱先？又走。核弹。快快。核弹二号，干，全世界的核弹拢伫遮。哇哇，这个还是要砍三下。
哦，终于到了。易碎之心，真贪心。好，我要再回去买插槽。哎，那就继续往上爬了。回去买完插槽之后呢，就比较没有事了。9:21。我还有没有办法再打一只网？可是也不知道敌人在哪里。现在要能躲的地方超多，干嘞！哦，偷我三下，再把我害死！干，跳不上去。我能怎么办？我也很绝望啊！我也是很绝望啊！看看哈，绕一圈过去安息墓园那里，啊，干脆直接去安息墓园，然后那个好了啦，然后从那边走就快嘞。欸，那个到底能不能通安息墓园啊？好好奇哦。哎，这里竟然有鹿哎！蓝狐，蓝狐一下。哦，这当油呢？啊，清澈的水。浓醇香，但是什么赛拢无，安尼意义伫倒位？就是哎呦，白痴掉下来咯，重新跑吧你，这样的一个地方呢，还是下一堆遗体。像是一个什么回忆车站之类的。哦，什么盾？有盾哥？嘿嘿嘿嘿嘿！哦哦哦哦哦哦哦！
哦，干盾哥砍人家一下就要死了。原来是荒地守护者吗？我要在刚刚那里打他，他这样挥两下超恐怖的。而且我一定要等他挥两下才可以攻击，他如果骗我，我就爆了。天果，我好强啊！恐怖死了，这家伙！哎，竟然有一个新的地区。嗯，去哪里？去哪里？去哪里？哦，原来是同一个。嘿，诶，那这里我原本没来过吗？真神奇，水晶风，应该不会复活吧？没有没有没复活。哦，原本这边是关的，可是那边我有走过吧？那边正常来讲我走过啊。啊 ，Super Saiyan。这个可以开了，哈！哦啊，三角三角，让我走，让我走，恐怖死啊！先让我把身上的东西耗一耗吧。右边的门了，后面的沼地虫鸣之声。给嘟噜，给嘟噜，古西亚嘟。500个金水洲的苍白，哎，我可以升级了，我可以有新的武器。咖喱啦啦啦的 ，Sky 84017，感谢。然后700个再来，舞梦者，好。啊啊！立刻投有。舞梦者是，哎，一个让佩戴者能更快的举巨能梦钉剑，而且击中敌人时会获得更多灵魂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梦钉剑回到人有效果吗？有意思吗？好吧，反正你都这样讲了，我就装上去吧。对，刚刚有一个超恐怖地窖，然后我觉得我还是要回去蓝湖啊。其实我需要回去蓝湖那边，把上面探一探，确认一下有什么东西，然后去升级我的刀，跟去买新的护的插槽，蛮多事情可以做的。
这个就飞回去吧，比较快。得了了，得了了。上面刚刚那一只奇怪的出一开始的小怪，一定以为看到鬼。这里长这个样子，应该会藏个什么好东西才对。打开。哎。臭油蛋，油臭蛋，干，就这样，真的假的？就只给我油臭蛋，我的好东西呢？垃圾游戏。呀、yeah, ，还差五枚，继续收集吧。可是我把我能买到的我都买起来了、欸。嘿、hey. 哦，真的快很多哎、欸。可是我想要那个快速补血的东西、欸，妈的！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那个？好像没有嘞、欸，就你了，再会了，指南针。好，然后去升刀，升刀，泪水城，泪水城竟然没有那个、欸，竟然没有车子可以开。谢谢刘小小，感谢。泪水城，哎、欸，哦，原来我刚刚下去那个方向右边才是新地区、哦。我刚刚地图打开，我看到这里，我想奇怪那个长得不一样。嗯、右下方，我、哦、感觉路还很多，那我还是只能回去坐这个升降梯一路向下去升刀啊，升刀喽！干嘞，干嘞，我快挂了。哇，好好快啊！迅速呢补血，升完刀我又迅速呢补血，我就可以去打刚刚的那个暴君了。看来他就是今天最后一只王，看能不能把他破到戏。可是比起去打他，其实我还是比较想探探，因为打他要绕一圈回去。哎、欸，也没有，他就在这里，不然去打打看好了。看，哎、欸，我要怎么走？反正一路向下，向下到底就对了。哦呦，小心哦！啊，他是不是把自己戳死了？给亲你啊！Outstream， 感谢。长荣空姐依法放假要被嘴，干，这就跟实况组只是打个电动玩具而已要被嘴是一样的道理啊，正常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才说，我希望这些人都可以怎么样，啊、活得好一点。
喂，哦，喂，喂，哦，喂。这里向右，这个向右是那个吧？是打王那条路了的。你继续向下。哎，这里这条路我竟然没开，怎么可能？这条路我没开，那这边有宝吗？怎么可能？这条路我没开又没宝。Hello， 我有东西可以卖哦，800块你买不？安尼有送不？国王圣像嘛，哈哈嘿嘿。Hammer Doctor， Hammer Doctor， 这里啊，我这边一直往左走就可以到了。Go， 呀，生我的剑！我的剑就是你的剑。啊，你还是要试下，我都忘了。我下第一剑。抱歉，看我快挂了，渐渐清醒，一路乱冲都没差。升级。Rangel's Danger. Yeah. 你要多少钱？800，还好刚刚就马上卖了一个800。谁800？俊山。俊山。咚。ガダワカリ。加了一道插槽。更有效率的斩切了。这么切哦？怎么切？我真的哎，沟槽钉剑，钉刃极为匀称。啊，你家里面有多一个穴吗？没有嘞，虽然挥起来长得一模一样啦，不过既然你都这样讲，哦，一刀十，靠北啊，这还是要他妈两刀啊，真的有比较强啊。啊，有，这个三刀就死了，是。所以那一只怪的血量应该是 2.5。好了，我现在还不错了，我可以绕上去打刚刚打不赢的那只王试试看。